享，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黑暗灵魂三》。等一下，干嘛笑我啦？不会把肩膀骨头打断，硬是把自己？怎么可能？对啊，这样就死了，好不好？杀人了！可是这样，我应该会通往火机场啊。如果是旧地图的话，抱歉，这边有一些恐怖的怪物。我爱把熊玩偶送到衣柜里，感觉很脏，而且放不下。他熊玩偶超多的，根本不可能塞进去。赵迪克家的门，哈？可能切断心智当装饰品吧？怎么越讲越恐怖啊？哎呀，把蛇骨打断，整个身体变得像蛇一样长长的。听说有囚犯从洛杉矶的恶魔岛就这样逃逸出来，真的假的啊？熊熊大象好好抱在怀中，哇，太黑了，就不能把这边弄得明亮一点？哦哦，我差一点摔下去，惊险！这边是我刚刚出来的门，这个下面嘞，下边没有路。这就是神奇的地方啊！想象一下，长得像人的猫，长长的。是什么？黑一点才能坑死亡树啊！我已经死亡够多次了，好吗？脸都已经变那么吓人了，不要再坑我的死亡树了，求你饶了我吧！这个门不能开哦。先不管他是不是偷懒，怎么会有两个一样的地图嘞？想的话藏宝箱，所以我在找，有点难找。难道是真皮棕熊？怎么可能真皮棕熊？真皮棕熊去哪拿？有发现一只。
亡了。天鸟难道不知道拜托别人的时候要露出什么吗？要露出什么？唇吧，脸吗？对啊，要露出什么？这里的剧情应该是向玩家解释为什么一开始古塔已经被传火之剑插了。我觉得我没有被解释到啊。喂，要晒杀小怪的时候翻来翻去自己晒死，应该大爆笑吧？不好笑，笑了。我还有很多灵魂在哪儿？跳来吃啥？太悲剧了啦！哎，我的魂嘞？为什么我的魂不见了？不是照理说魂会掉在崖边吗？魂，还我，还我魂，我的魂，你在哪里？我的魂，真假的，很多哎、欸。找到啊，就先回去升等了。我来看一下你们说了什么。点看过了，脑补的剧情是，这边是异时空的过去，然后还是没解释，什么都没解释的剧情。很多人剑士要在战斗的时候熟悉地形，但天鸟是个。驾驶员，驾驶员也要熟悉地形啊！虽然你这么认真帮我开脱，别人哦，暂时没有这个打算、啊。狂风戒指，看一下。啊、哦，有有有，提升致命攻击力，好像没有用。我印象中我跟他碰不了的时候，好像有个咒语要念，就可以帮助我。我忘记叫什么了。还有这种事，真的假的？养成升等的良好习惯。好，等一下我认升等。法师比较路痴，是这样吗？法师不是通常智力都很高吗？我的解释是懒惰，留给大家自己脑补。脑子哦，脑袋，是什么东西啊？千鸟今天学到了俗语，中文不做不死。什么啦？真的在里面成人吗？那罗拉的咒语该不会是对不起，因为我是笨蛋，请你帮帮我吧，这样？那是你说的吧？那不是罗拉的咒语吧？没有咒语，应该没有。那咒语不好、啊，厉害厉害！防风剑只是好东西，对我来说有用吗？致命攻击。重点是刚开始的治疗念咒。是对不起。
这里面应该不会有危险吧？螺旋桨残破碎片。居然在这！ Well, fancy that. A lost lamb wandereth in, with nary a peep from the bell. Well, thou shouldst my purpose know. What can this old handmaid provide thee? 他一样可以购买道具，而且他买的道具好像不太一样哦。这边有卖渔火，有卖修理光粉、石头、返回骨片、白蜡标记、狼骑士的套装、塔的钥匙、干缩手指、狼骑士腿、主机戒指。Best not tarry long.但念咒语很就跟快速通关的票一样，才没有嘞！我就算念了，我黑皇还是会打不赢的，我相信。那个地方太危险了，赶快回家升级，我觉得是安全的、啊。心怀感恩，不知道要问发明咒语的人。这个游戏最重要的道具传火大剑的碎片可以无限回引火，这么好哦！狂风戒指是近战在玩的，盾反的那一下就是致命攻击。原来如此，这里的道具大部分一样，只有狼骑士套装不一样。好哦，我觉得这游戏最重要的道具是红眼睛。怎么说是红眼睛啊？狼骑士是一代重要角色，是狗湾四骑士之一，狼、狮子、蜜蜂、老鹰、狼。哦，他是念了请别人帮忙。没有人帮得了我，我王打不赢的时候，没有人帮得了我。这里好冷清哦，我变成这样子，就有一种，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平常这里都是很热闹的，有很多 NPC 在这边跟我一起，现在什么都没有，只剩下我一个，小小的难过嘛。狼骑士的脚步装备很赞，嗯，对我来说有赞吗？那我再看一下，我能不能穿好？我觉得应该会很重吧。阅读刻下的文字，巨人王尤姆，这都没有 NPC 耶。那如果往上走呢？往塔这边走呢？没有办法进去。那我觉得我探索完了。天鸟最讨厌，连欧拉欧拉和库拉埃都不愿意念。我明明就要努力了，太难了啦！对呀，很难为情，说不出来。先看看螺旋剑的作用是什么，好哦。螺旋剑的作用。螺旋剑的作用，
好吧，那我去用咯，我去山顶。又一个老太婆，然后竟然不知道龙神的剑舞。我眼前当中，我回来了。我现在不知道我下一步应该要往哪边走了，谁可以救我？感觉该点都点了，点智力吧。Farewell, Ashen One. To the Unknown Wanderer. 在哪？在哪？监狱那条路，监狱，监狱。这个监狱吗？他地图还弄得如此复杂呢？啊！无名王者就是古龙的话，遇到紧急状况可以用螺旋剑的碎片逃跑。那我可以把螺旋剑的碎片放在快捷键吗？喝水这边啊，可以吗？可以吗？我来试试看好了，好像可以耶。真的耶，好哦好哦，我有绕跑的能力了。我觉得他连前面那只龙打不赢。这么惨。那电梯是在这边吗？要用那方法啊！我觉得大家先别说，连守门龙他打不过，我不知道打不打得过。那个办法，还是等到千鸟松头啦，我还在考虑要不要高闪打法。哎，前面的龙要骑士对决，记得。怎么骑士对决？我没有办法啊。好问题，动作，动作，切换，动作，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了。踏上古龙道路，确定。哎，有了有滚到它下面，等我去了就知道了。这里就是古龙啊，这里还不错，地形很险，天空还蛮漂亮的，很难得有这种，但是。晴天不是灰灰暗暗的场景，好像从刚开始有遇过之后，后来都一直沼泽啊、泥啊。
就在想喝水的时候就回家了。不是金庸哦，司马辽太郎。我觉得虎龙的翻译很烂，但好像也没有什么更好的翻译。他原文什么？修脚趾甲。我为什么要帮他修脚趾甲？我帮他修脚趾甲，他就会放过我吗？机关不能动，机关总是会各种卡。怎么他已经在打我了呢？啊，等一下，我按错了，我按错。远古的龙这样有比较好吗？远古的龙之顶好长哦，怎么回家了？不小心就按到了，再跑一遍嘛。我只是想喝水而已，而且全很差，又按错边。爷爷把它喝满来。哎，这边有个东西，我刚刚没有看到。没电宝石。反正看到的时候就是会萤火虫的信号。哎，那一只好大一只哦！这是谁啊？怎么那么大一只啊？还是蹲在那边跑？这怪连打的话还蛮好打的。萤火，萤火，你在哪儿？我觉得应该又会掉下去。不会啦，你要相信我，我找萤火啦。如果你说整个古龙顶端的攻略过程的话，我是很有可能掉下去，没有错。怎么办啦？没有东西可以捡，满满的现金十块。看到我，9分钟后就是好孩子的时间。
好孩子的时间不是早就结束该去睡了吗？古龙会大盾。分享出去，订阅青鸟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